嘿，今天呢，用心吉他来表演，声音超好听的啊！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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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等一下，你做我的 fans 的感受。太开心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哈，你是我最爱。欢迎宝贝。现在人叫我爸爸。现在呢，去找我的朋友。跟你介绍一个朋友，这个朋友是一个很蛮厉害的编曲人。如果你们想要做 cover 啊，还是什么啊，翻唱啊，都可以找他。studio 的，外表看起来不怎么样，其实外面看起来烂烂，可是里面超美的。哇，很舒服的一个地方。嗨，这是启明，启明单身吗？单身。所以你现在每个都要可以在上面 PM 我。都要去。我的宝贝，被别人摸着。认真的男人很帅哦，自慰神器。如果要编曲，首先要具备什么条件？要很有钱啊，我知道。你个屁啊！只要你够穷，这样你就会知道要讲更努力的跳起。可是够穷，连烧卡都买不到奖杯。想办法啊！我们以前也是这样子，敲桌子当鼓的。真的，真的啦！